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Kisa。Hello， 我系马波。哇，喺旺角啊，你今日见唔见到后面啊？等等，嗱，星穹铁道啊，列车咧已经嚟咗我哋香港啦。冇错，其实咧而家咧由呢个19号啦，去到31号啦，系啦，咁啊呢架列车咧都会喺度。咁呢边有咩呢？其实咧佢有个我见到头先系咁依兜咗个圈啦，佢有个 PS5 嘅试玩啦，跟住有啲周边可以买，点解好似有只只嘢飞入？喂呀！跟住之后咧，佢会有啲周边可以买啦，跟住好似咧仲会有张车票可以攞啦。跟住同埋咧，其实咧你可以同佢列车影相之余咧，哇呢度好多广告版噶，喂 show 下俾大家睇下先。哇，你睇下，啱啱推开晒啲水嘛，劲多人行啊，影相即刻。真系好靓喎，呢一格咪就系似我哋上次喺日本度见到嗰格喎，会唔会有一样咁大嘅？一样咁大噶，会唔会有机会系同一格咧？真系洗咗过嚟咧？哇，你见唔见到上面个广告版啊？哇，系最新嗰只啊，阿托拍啊。系喎，佢会变埋喎个广告版咯。哇，呢边有镜头添噶喎，呢边原来。诶，到咗，到咗，到咗。哇，呢度要 show 下俾大家睇。劲大块布。就系呢块广告版，佢有两边噶。呢边系镜头啦，嗰边系托拍嚟嘅系。耶！哇，你同镜头合照啊，可以。咁我会输噶。話説呢個唔係嗰個列車嚟嘅，咁而家啲工作人員係咪就上咗呢架列車？你都可以上。我哋而家就上去咯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你試下問下佢俾唔俾你入去。你睇下，好近啊，真係。耶、yeah, ！打卡位嚟喎，呢個係。係啊，超開心啊！要喺前面打卡呢個位，呢個位。快啲！呢個火車咧，原來會著燈嘅喎，我而家先知咋。是啊，啊系喎，上次我哋见呢架嘢嗰阵时，我有冇留意到呢下嘢？俾大家睇下佢侧边啦，咁啊有好多唔同嘅，大家可以过嚟呢度打卡啦。诶、哎，呢、這个系大家准备抽的最新嘅托拍啊，真系唔同身材喎、啊。咁啊，除咗呢度之外咧，其实咧佢再前多少少呢个位咧，啊呢、這个周边阵间再 show 下俾大家睇。呢度咧佢有试玩啦，诶呢个试玩系 PS5 啦，因为佢最新出咗 PS5 啊嘛。你睇呢个 PS5 主机，黐线警员喎、啊，大佬，你咪会要欺儿咯、啊，但系俾你噶。你睇佢手仔，佢手仔黐咗添，写咗佢个 logo。好啦，嗱，即刻嚟试下先，第一次用 PS5 玩啊，因为之前咧系一系手机啦，一系电脑啦。PS5 都係未試過。之前咧喺台灣嗰陣時咧，佢係有勁，即係捷運站好多廣告咧，跟住係介紹就係介紹 PS5 版嘅，係因為 OK 喎。嗱，試下換角先，警員啊，好靚仔啊，真係。試下先，嗱，交自動手動啊，上面你佢有指示啊，都你個群體攻擊先。呢、這個，哦 ，OK。熟習下啲掣點樣用先啦，我都要好正啊！喺咁大個 mon 度睇住嚟玩咧，但係唔難用啊，我覺得 OK 嘅，啲掣控制 OK 嘅，但我慣性都係開翻自動先。哦，有個咁嘅界面。係啊，佢有 call 輪盤 ，call 曬啲嘢出嚟，跟住呢個可以導航。我、哦、呢、這個就開咩？如果試落去啲掣嘅話，其實 都舒服方便好多。嗱、今次活動呢、這個環球巡禮香港站啊！就係、是、有呢幾樣嘢，啱啱我哋試咗。呢個時間，這個時間睇咗時間先。OK。係啊，呢、這個19號到31號啦。四點。係啦，跟住之後到8點嘅啫。咁啊，呢個地址啊。The Forest 嘅商場中庭。係啦，咁跟住之後咧，佢有啲咩咧？有呢、這個啱啱試玩咗嘅 PS5 嘅試玩區啦。跟住之後咧，其實佢頭先話我哋一齊打呢個火車個打卡之後咧，係會攞到呢個車票虛報。哇！陣間問佢攞翻張睇下先。哇！六張唔同款喎、啊，要呢兩張。我要呢六张，又可以试下嗰啲。我要呢六张，系啊，全都要。跟住之后仲有主题快闪日啦。佢嗰日咧应该会有啲 coser 啦，跟住之后咧会有啲卡，有啲活动咧就可能卡夫卡印啊，或者镜头同托拍咧出嚟问啲问题嘅，咁赢咗有啲周边送翻俾你咁咯。系啊，跟住之后同埋周边贩售啊。就是呢邊呢一個，哇！呢個緊要啊，呢個係啦。佢周邊咧，佢分兩個噶，我見到佢。呢個係第二期嚟嘅，呢邊係第一期，即係所以第一、第二期咧就係嗰個日期唔同啦。即係而家咧，啱啱我哋今日19號，佢應該賣第一期先，跟住之後好似之後有一個日子之後咧，22號開始，22號開始就開始賣第二期啦。掛件啊，
徽章，咦？呢啲係咪徽章？係咪即係擺嗰啲痛袋度？係啊，要賣好多個單行，好多個單行，好多個飲月。哇！呢、這個公仔我想買喎、啊，呢、這個呢個係戴落隻手度嗰只啊。係啊，滑鼠箭呢啲色紙，跟住呢個係徽章嚟啦，徽章。這個頭箍好笑，這個頭箍是不是可以扮飲月？我剛剛細心看了第二期周邊就應該是款式是不同的，是啊，即是角色會不同的角色會出現的，所以告訴大家看這個就是那個車票，正常是不會見到這一張的，大家你看看一套六張，因為他說你用你的遊戲 ID 然後打卡，然後其實就可以換到一個特別版的火車票，但它是六款浪漫，抽的抽的，應該是抽一張的，抽一張的，這個、所以呢這個是版來的。為了大家特別問他拿一些 product show 給大家看，哇，我想說呢，這個是有塊即透明硬膠的感覺來的，這塊哦，它一棟在這裡的，哇，好型喔，這塊挺漂亮的，這個挺漂亮的，這塊這個漂亮的，我覺得整得跟住之後呢，另外有一個、好像流沙這樣的畫面的立牌，反轉了你看到它會流出來，跟住再棟在這裡，哇，整個銀河是在背景上。另外有啲嗱匙扣啦，呢啲就係一啲襟針嚟嘅啦，呢個係襟針嚟嘅啦，呢個係另外一啲嘅襟針。跟住呢個應該係好多人會買嘅嗰一啲立牌啦。幾靚喎，原來啲嘢都。哦，係啊，我有啲想心動咗啊，想。係咪見未見到有人喺度咧？嗱，帶大家睇下，因為咧嗰邊咧其實好多人喺屋排緊隊啦，超多人，梳下俾大家睇下。嗱，架車喺度啦。見面到呢度開始有條人龍啊！哇！呢啲係預早到噶，呢啲係預早喺度準備排隊買周邊。等我問一下排緊隊嘅朋友先，你有冇抽到鏡頭啊？抽唔到，抽唔到啊！會唔會追？會唔會追托拍啊？跟住之後抽咗鏡頭先算啦。抽咗鏡頭先算，之後再追嘅。兩隻都要係咪啊？都好，都要，幾開心！你係咪特別有咩想買啊？你我想要個虛報卡啫。你要嗰個車票，佢有六款嘅喎，你有冇想中邊款啊？你我想要鏡頭，哦鏡頭，竟然唔係要仔嘅，中意女女多，中意女女多啲。我想講咧，呢個袋好靚啊！我哋見到，因為我哋見到呢個袋啊，可唔可以掃下呢個袋先啊？轉身先，我哋影先。哇！超勁喎，全部都係飲月嚟嘅喎。你今天嚟係咪特別想買咩嘢啊？主要係同 Hee 有關嘅咯，都係。你有冇抽到鏡流嗰啲啊？有鏡流有抽到，抽埋啊一加零加一咯，而家係。一零加一，咁啊 Top 牌你抽唔抽啊？因為我玩兩個號，小號就會抽 Top 牌咁樣咯。OK， 我決定咧要訪問一下咧排第一嗰兩個先。你哋係諗住嚟買咩啊？你哋係？我想攞車車票。哦，又係嗰個六選啊！睇下目標係邊個啊？Top 牌。托帕，哎哎哎，多人中意。竟然系托帕，我就揀仔仔嘅。點解咁奇怪嘅？我成日咧，希兒。哦，佢揀希兒啊。係咪啊？係咯，我都覺得咁樣正。點解正常女仔應該係揀阿飲月啊佢哋啊嘛？但係點解頭先我問幾個都係想要女仔嘅？點解？有冇抽到最近嗰個鏡流啊？啱啱抽到。抽咗啦，抽到，抽幾多？啱啱第一抽。一抽中第一隻，我第一隻，三十幾抽，三十幾抽。你咧，你有冇抽過鏡頭啊？我未，歪咗，留翻。梗係留翻托拍啦，好明顯。留曬。佢特登都係想嚟攞托拍啦。我找到了這個頭箍啊！喂，他自己有買的，我都說他的啦，我都說飲月的，神經病心心跳啊！喂，不要買在我那裡啊，好像很襯你喎，這個好怕醜啊。我看到是清楚和卡夫卡在拍照啊，是卡夫卡幫緊清楚拍照啊。可不可以跟你們一起拍的？可以啊，張華一起拍張。 Thank you。 我覺得要用這個背景來做什麼？是用來祈福的，即係感受一下佢啲能量，
感受下啲光譜。哇！我想講咧，頭先咧我哋喺度拍咗一陣嘢啦，即係而家正式開賣緊啦啲嘢。跟住之後咧，嗰條龍咧，同埋可能晏多少少咧，越嚟越長。嗰條龍咧，啲人放工啊，係去到街尾再揸唔到轉彎，係啊，勁多人喎、啊，真係。好啦，咁如果大家想攞張車飛啊，想買下啲周邊啊嗰啲咧，咁記得過嚟旺角呢一度啦。今日我哋呢條 vlog 嚟到呢度先啦，記住俾翻個 like 啦，訂我哋，同埋撳翻通知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